唐门外门弟子唐三，因偷学内门绝学为唐门所不容，跳崖明智的时候却来到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，名叫斗罗大陆。这里没有魔法，没有斗气，没有武术，却有神奇的武魂。这里的每个人在自己六岁的时候都会在武魂殿中令武魂觉醒。武魂有植物，有动物，有器物，它们可以辅助人们的日常生活，而其中一些特别出色的武魂却可以用来修炼。这个职业是斗罗大陆上最为强大也是最重要的职业，魂师。当唐门暗器来到斗罗大陆，当唐三武魂觉醒，他是否能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的辉煌呢？明智父子是己心，斗罗重生元灵根，修得雄心照日月，世仇倒海震古今。欢迎您收听唐家三少的作品《斗罗大陆》，由陈颂无声播讲。